大哥，你咧找啥？刚才到三江。我那感觉你面熟面熟。歹势应该是我想想这林着人啊。啊，借问一下吼，啊，我就想讲迷路，啊，像讲我想要去隔壁钟头的十八点，我应该去倒位是公车。十八点。啊，你是不是讲因头家是一对母仔囝，啊，说黄的迄个？啊对，黄心怡啊。 啊，你母仔囝你也熟识哦？啊，对啊，我那就拄仔好，到底咧巷仔买啦。啊，算你好运啊，我拄仔好要找阮阿叔，无安尼啦，你就车，我顺路带你过。啊，多谢你，你真好人呢，小姐，我好先卖小姐。等一下，你啥物跟我讲话？我刚刚行着路安尼。对啦，我就是要来讲这啦，我要来提醒一下，我讲遐啊，黄心莹到时咧海边啊呢，啊你若徛到山区来啊。啊，帅哥。 我位出街了，等下等下，跟他们来骑啊呢！你在那跳啊，骑出来啊！多几名，左边右边。哦，天边。天边，什么天边？哎呦喂啊！哎呦！哎，小姐，等我一下。哎呦！哎，你还没骑走去啊？ 伊安那是后楼啊，安尼无电啊！嗯，我钱呢？啊，算你好运啊！我拄仔好要找阮阿叔，无安尼啦，你就车，我顺路带你过。啊，原来是托伊个小姐，伊毋是热心要到三江。 你是真的哇！我哪讲啦？你哪讲啊？徛路边叫我骗我，真正是！啊！啊！啊！我不笑，我不笑。 这查某就是绑架你甲小叶无后住宿者，啊！你也无照顾，那凊彩怀疑人啊！我看人做准的袂有对啦，我甲你讲，迄歹人哦，绝对袂定定叫人欺负，无我试看下啊！哎，啊无你是来要创啥呀？啊，恁囝细汉无才调，就伫管你亲生出马是？我甲你讲啦，不管你过来几啊摆哦，迄同意书我未签，就是未签啦。 我不愿意你走！走！妈，妈，你是来创啥？是咧啦，你给我安怎？我拄则就叫你走啊！你是你家己要戆戆徛伫遐唔怕的？我知影恁即摆已经足生气的，所以就算讲你要对我出气，我绝对袂有第二句的。 伫咧公司派我来替土地买白白雪明会进账，我完全唔知影阮委托的人竟然是安尼咧处理代志，害你甲恁表兄去互绑票的代志，我足歹势，我嘛感觉已经啊有去责任。你是咩啊负责啊？啊人都已经抓着啊，你安尼敢是伤过？我会尽全力配合警方的调查，嘛会去警察局说明。我嘛保证，以后绝对袂阁有这种代志发生。 阮计是公司，绝对是正派经营，嘛，请恁给我一间机会证明，好不？这是阮公司的诚意，阮是真正想要好好啊发展这个所在。恁是在地人，详细看一定咧看到阮公司的用心。妈，这个同意书条件确实变进前搁较好。啊，不过这种代志，阮表兄较慢，等伊回来才决定啦。 当然啦，奶奶结婚就予恁老来偷偷看，啊，希望说明会迄天，恁母仔囝啊，佮有表兄拢会当做伙来参加。你敢确定？那阮小燕是足巧的，伊是骗伊袂倒。树头若徛好栽，就毋惊树尾做风台。我相信叶先生若来，伊一定在体会着阮公司是正派经营。你哪有这张相片？你是小姐阿姨哦、喔。
我无熟悉啦，啊，就拄好看到相片，感觉这个人洗车快快，我才安尼问的。啊，刚讲这个人是怎样？阮表兄咧找这个阿姨，不过伊一直想袂起来，就是讲把相片洗出来，安尼较方便找人。那安尼，这条相片该当何话？我你要创啥？我买当到三江找人啊，啊看敢有人熟悉伊，还是看过伊？连恁拢无熟悉，这就代表这个人不是在地人。啊，无得开伊跟我同款，捌做过市区的饭店。啊，加问就加一个机会，找到这个人，敢不是？你安尼讲嘛是有道理的。啊，这张互你，规地我有备份。找我做伙来，迄叶先生啊，伊有留电话给我啦。啊，安怎后日知影？敲电话给伊，拢唔着知影啊。妈，你有电话呢，唔卡早讲。哎呦，我昨下就讲到遐，伊就来啊，我往内府讲。我就是讲，感觉头无、手无力，就无洗车倒啊。为着要弥补我的心哦，我抱歉，我绝对会找到相片内底的这个人。恁这个代志办了真好，别你话在这里哩。恁加一个班，廖俊才是老大，跟我们讲话，听起来真不爽快。今仔日这么欢喜，你也莫计较。叶志成今晚白去船仔顶，今日下暗就当安排一趟仔出去。这粒石头总算是算拄着啊，那安尼，咱后壁计划就做好进行了。无唔对，所以这件代志你一定要顾到最后。只要叶志成迈出痕，嘛无会有记忆，那安尼就无法度破坏我甲少峰的感情啊。少峰，你个真清楚。张嘉燕，你都没发现你讲话态度跟立场有问题啊？你一听到叶志成要被送出去啊，头一个想到的竟是你跟叶少峰的感情，你去被破坏。你俩阵，你今麦是在播偶像剧？你卖袂记哩？你只是一个，假设是天使嘉玲的恶魔嘉玲，张嘉燕，卖袂记家己的身份。虽然叶少峰的黑白较复杂，但唔过伊嘛是阿家人，是千面女郎的敌人。你是想说啊啦？卖看一下就生一个囝，去千面女郎的面头前讲东讲西。刚刚你阿妈计点点，看你愈来愈亲，破坏阮的计划线。你对叶少峰的感情，千面女郎拢看出出来。既然千面女郎拢知影煞无动作，那就代表伊理解我的用意，要利用叶少峰对张嘉玲的感情来掌握叶少峰，安尼咱才会当顺利摕到几个业家，敢毋是？你上好是讲会到做会到。你莫伫遐废话啰啰嗦嗦啦。我有消息了。凡事是你吃，想要交的，你真早试过。我已经过啊，乖乖配合，阿无我就对你无客气。我不是来开玩笑的啊，你莫过来，无说是我正等你，这红高压我，无请我看你表离开啊。是为啥你无多乖乖配合？只是出国度假干的尔。我到底是啥？你是要把我送去倒的？为啥我袂当留落来？你问题想过侪啊？你想啊，搞错鬼！
叶志成即摆已经伫咧船顶，刷落来就无人会当影响我的计划啊！啊，你还袂走哦？啊，董医生，你拢看过啊？我开的条件遮尔好，你应该即届无意见啊吼？想袂到，你竟然要伫阮这种增加所在，啊，起遮尔大的休闲园区诶！这个环境足好诶，无好我开发实在足可惜诶。我嘛讲过啊，我是为着大家好，才想要替恁改建。安尼，恁是要趁啥？利润确实无济啦，啊，不过这就是阮公司比别人有良心的所在。休闲园区绝对毋若只是开发，啊，搁有顾虑到恁家地主以后的生活，安尼对大家拢好啊。我知啦，迄个顶面拢有写哦。啊，阮会当伫个园区边啊哦开店哦。啊，恁的条件遮尔好，啊，恁要改建哦，阮拢会配合你啦。既然你拢安尼讲啊，那安尼敢要归去，即马就甲董秘书签签未？恁毋是讲三工了才要收董秘书？迄是互恁有时间考虑。啊，既然即马你拢决定啊，就毋免加等迄三工啊啦。来啦，吃。妈，先来签啦。这种代志吼，小月看吧。我感觉哦，等伊回来，咱参详了后才搁讲啦。你安尼讲嘛？啊，我拄才建议叫你先签，是因为我惊恁拖到最后，迄厝哦拢是别人建村的，条件可能就无遐尼好啊。哎，那神经哦！哎，我当然抢第一啦！我签，我签，好来。啊！厝我的，你卖管。来，小月，阿姨，先卖钱吧。小月，你是发生什么代志啦？规夜拢无看到人，走去倒位啦？是啊，我拢做烦恼的人呢。阿姨，等一下我讲啊。你敢知影讲我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我哪会知影？刚刚是有人去找你麻烦。无唔对。你是不是搁想要怀疑我？拜托一个哦，你莫冤枉好人哦。我即届真正会当证明家己的清白哦。我已经去报警啊，叫警方甲一开始甲恁联络迄位代表抓起来。唔相信你会当问因啊？啊，对啦，确实是安尼啦。好，我确实是无证据啦。这件代志我着先莫追究，啊，不过。这董医师，我阿姨今麦袂签。好啦好啦好啦，我哪跟你讲无代志啦，只系变得麻烦啦。莫乱叮当，受伤就爱抹药啊。小月，啊你敢唔知影家己未婚呢？啊，佮送你出海的人是甚物人啊？我唔知呢，我唔知呀。啊！之前有人要抓你，啊！怎么阁发生这款代志？啊！你是不是去得罪着什么人？安尼这么侪人要对付你啊？这届甲之前要抓你的人，敢是同一挂的？我嘛唔知咧，我若知影讲哦，对方伊唔是要提我的命，伊是要把我送出国啊？为什么？这我嘛想无啊。要把你送出国？我咧想哦，是毋是因无想要恁厝内底的人找着你？确实啦，确实有这可能。我嘛希望讲会当啊，赶紧啊找着真相啊，讲了真啊好运啦。后来啊，就一阵咧种登山客来啊，我当然咧紧喊救命，啊，迄阵登山客吼就走来啊，啊要抓我迄人哦，一紧张就紧走去啊。哦，
好佳哉，真正是天公伯听好人啦、啊。